我在。婚礼上不要哭泣。嗯。OK， 这才是真正荡秋千导演。对，但小杨你没这么快乐，你刚刚那个上集刚刚吐完血，我就是因为吐完血，我才用荡秋千来缓解我的悲伤。你不觉得悲伤的气氛就是在于快乐吗，导演？干脆我真的这样转一圈吧，你觉得？别，来掩饰我的悲伤。别。哎，我只要一难过，导演我就这样就这样荡秋千，啊，各种。一圈一圈荡，其实很好玩。我感觉基本上第二季我的心情都不太行，这个人就像蔫打的柿子。你第二季从刘山锦那个事儿开始之后，你中间有几集是心情真的是很大的那个，感觉我的心绪变得平稳了，再没有小六的欢乐了。对，这个秋千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，我从小就喜欢荡秋千。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去那个游乐园，我们家那个小区健身房，就是健身的地方荡秋千。荡秋千，放着歌还唱着歌，荡得特别的高。但那个秋千很矮，我的腿得这样。OK 了，这个荡秋千有点上班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这样子。还行。